上一集说到呢，刘裕呢虽然说掌握了这个东晋的朝权，但是呢，他对内部的好多他从前的战友，包括先前能和他平起平坐的大臣呢，依旧不放心，先后把刘毅啊、诸葛长民这人做掉了。等内政平稳之后呢，他的目光呢，肯定呢就是望向外面。公元四百零五年，也就是东晋安帝的这个义熙元年啊，当时益州的地方叛将。 啊，趁着东晋内乱之际呢，就把当地的这个大族乔纵啊推为国主，啊称成都王，割据蜀地。乔纵称王之后呢，为了自保，他马上向后秦的国主呢姚兴称臣，同时呢，他还联合桓玄的堂兄桓谦，就当时唯一跑出去的桓氏家族的一个人，就不停的啊率领军队啊就进袭东晋。 一时间呢，给这个荆楚之地啊造成很大的这个威胁和震撼。刘裕呢，在击灭刘义之后，立刻就破格提拔他手下大将朱灵石，然后呢，派出大军啊、呃、自外水取成都，又发疑兵呢佯攻内水，使这个乔纵呢当时不得不分兵抵拒。公元四百一十三年，也就是东晋安帝一七九年六月份，晋军呢就攻破了成都。 乔纵呢，白当了成都王了，走投无路，呃、哎，结果就自己把自己给吊死了。至此呢，刘裕又立大功一件，等于是把巴蜀之地给平了，获得这么多军事方面的胜利。刘裕呢，他在东晋朝内做事儿就更加无所忌惮。当时呢，晋朝的宗室司,司马修之掌握荆州上游这种形胜之地，同时呢又深得江汉一带的民心。他的长子乔王司马文思呢？ 本性特别凶暴啊，常和一帮这个侠客在一块混，在都城建康呢，骄纵肆虐，引起刘裕这个忌心。刘裕这一怒呢，他就派这个朝廷的廷尉，呃，把这个司马文思啊，就司马修之，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杀掉司马文思手下、呃、好多人，还把这个司马文思啊，就捆起来送给司马修之，意思是什么呢？让司马修之在江陵治所把他自己儿子杀了。 毕竟是自己亲生骨肉，司马修之呢又自视他自己是皇家的宗室，他只是上表请求废掉司马文思乔王的封号，向刘裕呢写启禀信啊道歉。接到这个司马修之的信啊，刘裕非常不满，他就在公元四百一十五年啊，这个在建康就把司马修之的次子司马文宝，还有他侄子司马文祖全杀了，然后呢又上表就称司马修之谋反。 然后率领大兵，呃，进攻江陵。司马修之这个王爷，他毕竟是东晋的宗室，马上率兵抵抗。而雍州刺史鲁宗之这些人呢，也起兵响应。刘裕这次还出战不利，他的女婿徐逵之啊，还有以及他数位的亲信大将啊，都在这个战事当中的进攻过程当中的战死了，迫使刘裕自己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在当年四月率大军渡江。 这刘爷亲自一出马，自然就不同。一战大败司马修之四万军队，就把江陵城给攻克了。无奈之余呢，司马修之的王爷带他儿子以及雍州刺史鲁宗之等人逃往后秦，就依附当时的后秦国主姚兴。到这个时候呢，东晋的国内啊，再也没人啊能和刘裕抗衡。朝廷下诏啊，就马上授刘裕太傅、扬州牧。 见吕上殿，入朝不屈，战败不明。反正听见这几个，就知道刘裕要干什么。了。然后呢，封刘裕第三子刘裕龙为公爵，以刘裕一母弟刘道廉为荆州刺史。安帝义熙十二年，就公元四百一十六年三月，后秦的国主姚兴病死了，他的太子姚泓继位。当时呢，等于是主懦国疑。 终于让刘裕盼来了北伐平秦的最佳历史时期。在这里呢，我们要仔细说一说这个后秦皇帝姚兴。姚兴字子略，啊，他是羌人部族出身。他从太元十九年，就公元三百九十四年继位起呢，共当皇帝二十二年。姚兴的父亲是姚长，他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人品最差的所谓的帝王之一。当年前秦的苻坚开国不久，大将苻洪梅。 袭杀他的哥哥姚襄，就把这姚长给活捉了，准备立时斩杀。幸亏呢，当时和傅黄眉同为大将，这个傅坚呃解劝，留下了姚长一命。而后呢，还以公侯之礼把他哥哥姚襄啊给下葬了。所以呢，傅坚对姚长绝对是仁至义尽。但前秦大帝这个傅坚淝水大败之后呢，姚长以怨报德，雪上加霜，不仅趁乱起兵反叛。 最终呢，还把这个辅坚大帝啊，在那个新平佛寺给勒死了，十足的缺德带冒烟。姚常晚年常在他自己的宫中梦到辅坚大帝率领鬼兵来抓他，大半夜他满宫殿乱跑。死前啊，这个姚常一直跪伏在这个床边，不停向半空中，啊，就向他所见到的所谓的辅监的鬼魂呃叩首磕头，称什么？陈常杀陛下者，臣兄相啊，非臣之罪。 愿陛下哎饶臣一命！你说他都当了皇帝了，这这儿还像苻坚的鬼魂啊、哎，称臣。姚苌这个人虽然非常缺德，但他儿子姚兴啊，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德帝王，也是十六国君主当中仅次于苻坚的这样的仁德帝王。当然了，这历代正史使臣都不是以正朔对待这个姚兴。姚兴继位之后呢，呃、哎，他把这个前秦的宗室，呃，辅登啊，什么都平定了。 等于是把关中地区啊大定，彻底清除了前秦的残余势力。当上皇帝之后呢，姚兴这个人呢还是以儒教兴国啊，劝客农桑，收用贤士，广纳善言。公元三百九十九年，由于当时国内天灾啊特别多，姚兴呢还做出自降帝号之举，就改称天王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事情，都当了皇帝了，他最后又自降一党。同时呢，他对姚氏的宗室也特别礼敬。 然后惩治这个朝廷腐败，跟邻国东晋呢也一直比较交好。你看我们先前说过，曾一次割让十二郡给东晋，啊，就表示出这种友好的这种举动来。作为一方帝王呢，姚兴这个人呢又生活非常朴素，而且正是在他所处的年代，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高峰期。我们现在还都特别著名那个佛经翻译大家鸠摩什啊，这个人在当时就深得姚兴礼敬。 也正是从姚京开始呢，关中各地州郡的百姓呢，纷纷的信佛，啊、呃，这个，所以在礼佛的同时呢，姚兴的儒学教养呢，也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是十六国帝王当中呢，具有特别特别高儒学修养和个人品德的啊、呃、这样的一个帝王，甚至在某些方面要超过苻坚。可喜又可悲的是呢，帝王只要他一有书生气，他就缺乏大政治家那种残忍和果于诛杀的那种气度。 尤其在封建时代、十六国时代，宽容过了头，有的时候就给自己培养掘墓人。你想，南梁的突发怒弹，北梁的举屈蒙逊，大夏的赫连勃勃，西秦的祈福虔归，这些人啊，这些后来称帝称王的，因为他的这个宽宏，捡得一命；而被他赦免的，当时捡得一命的这些人，个个狼子野心，一旦有机会，马上发动叛乱，愤愤的和这个秦国，就是姚兴的后秦，反目成仇。 竟也能从他手下变出四个国家来。那么姚兴晚年呢？他依旧啊，还是有那种游人帝王的那种那致命错误啊，就是容忍啊阴谋夺嫡的那个儿子姚弼，还差点酿成宫廷大祸。姚兴的这个儿子姚泓呢，字元子，啊，自幼也是大好人一个，孝友宽和。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管理国家的经验，这样一个懦弱的老好人，不幸生于十六国这种大伪乱世。 他这一出生就是一个错误，而且坐上一国帝王之位更是一个天大的不幸。当时呢，姚泓身上的校服还没脱，后秦国内就一片乱起。什么乱呢？先有哥哥姚愔啊想夺他的皇位，后有他弟弟什么姚仪、姚辉想杀他，也想当皇帝。当时呢，赫连勃勃刚刚把后秦的几个州郡啊都攻陷了，满载而归。 南面的刘裕呢？你看这个时候又统大军，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屋漏偏遭连夜雨，啊，这个时候姚红啊，天天紧锁愁眉，他们没享受过一天称王为帝这种快感，哎，绝对是茫茫来日愁如海。刘裕当时呃，攻伐这个姚氏秦国，就是后秦的大军有四路人马，目的地呢，冲向许昌啊，洛阳的这是一路，由王镇恶、谭道济这两个名将率领。 目的地呢为五关的一路呢，由沈天子、傅弘之啊这两个大将统领；水陆两军呢，一路由沈天子、刘道考从这个汴水经荥阳石门呃、啊，入黄河，为这个王镇恶、谭道济啊等于是当他们俩的这个辅军。另一路呢，由大将王仲德率领，啊、从皇宫渎自泗水入清水和济水，然后呢自清水入黄河。刘裕本人呢，后来也是经由王仲德军队那个路线往前方推进。 刘裕手下的王镇恶、谭道济，这绝对是能战名将，手下兵精粮足，一气儿下来就攻拔了项城、许昌等地。然后后秦啊那些军队望风款服，好多都投降。那么后秦留守洛阳的当时是姚光啊，他不听人劝，没有固守金融城啊，他还呃直接和禁军来比划，呃一下就大败。姚光呢最终不敌，你说你头一开始还挺能耐，县城出降。 洛阳收复之后，刘裕这阵儿觉得自己功高盖国了，便派他自己手下左长史王弘啊，这个回到建康，暗示东晋那个朝臣啊，给自己加九次。那么留守京师刘牧之呢，本来是刘裕的这个心腹，见到主公刘裕这种赤裸裸的篡位前的举动，愧惧发病，卧床不起了。刘牧之卧床不起，但刘裕还是要加九次啊，晋朝的这个大臣只能照办。 建安帝义熙十三年，就公元四百一十七年这个年初，晋廷就下诏，以皇帝名义，以刘裕为相国，总百魁扬州牧，封石郡为宋公，备九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这个皇帝的这个诏旨一下呢，刘裕又耍个小花招，慈而不受。所以说，作为权臣啊，他就是会演戏，他只是伸出一只触角，看看朝廷内外对他自己这个九次这个反应到底是什么样。 刘裕这些举动啊，如果在正常朝代的正常时候，朝臣们早就喧哗怒骂了，肯定会斥骂他不忠不义啊，这个挟威自重，挟君自重，谋逆不道。但在当时呢，晋朝啊，东晋已经早失人心了。你想，东晋安帝就是一大傻子木偶人，因此呢，东晋的朝臣就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忠于晋朝、啊、根本没有任何好结果。而刘裕手下那些文武将士们呢，他们之所以不知疲倦的。 跟随刘裕东征西杀，干嘛呢？都是想攀龙附凤，贪图立功于新朝。因此呢，刘裕权位越重，他们的希望就越大。所以刘裕手下有这么多支持他的将士，啊，就越来越胆大妄为。晋朝大将王仲德方面呢，哎，率领东晋水军从清河就入黄河了。北魏华台守将呢，魏建，竟然吓得连箭也不发一支，弃城狂逃。 晋朝的将士呢，得了便宜还卖乖。占领华台之后，还对外宣称：“你看，我们本来啊想送给魏国七万匹布帛，借道伐秦。谁想到华台守将弃城逃跑？你逃跑了，这布给谁啊？当时的魏国皇帝拓跋嗣听到消息大怒，马上啊派领大批兵马、啊，就是过河，然后把魏国大将逃跑这个魏建斩于军前，投师河中，而且质问晋军：“你为什么要侵占我们魏国的城池啊？” 晋军当时还不想啊和这个北魏，就是魏国啊为敌，那多添一个仇家。好言的派出使者说：“我们平秦之后，马上把地方归还你们大魏。”太尉刘毅呢，这个时候也假装卑辞下意，就派人送七品信，就给这拓跋嗣，表示说什么呢？洛阳是我们晋朝的旧都，一直呢被这个姚氏秦国占据。我们晋军来此地，只是想啊啊，进据洛阳，修复这个皇陵。 而且呢，这个秦国人，秦国就是姚新姚红的这个秦国，一直收留我们晋朝的叛将，总和我们晋朝的结仇结怨的。现在呢，等于我们是借道伐秦，绝对不愿意和魏国为敌。外交辞令虽然漂亮，但是晋国和魏国两国依旧剑拔弩张，呃，军队将领各怀鬼胎，密切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 那么，在安帝义熙十三年，就公元四百一十七年二月，刘裕呢就自己从彭城出发，他自己率领水军，亲自参加北伐战争。王镇恶、谭道济等人呢，这个时候已经在潼关合兵了，对姚绍守军展开猛攻。姚绍呢是姚泓的叔父，有谋善战，啊，采取固守坚城的方法，希望这孤军深入的晋兵啊，兵老城下。 同时呢，他派出大将姚鸾出兵切断晋军的粮道，没料想那个姚鸾偷鸡不成蚀把米，他自己呢反被晋军哎偷营，数千这个后勤兵马连同这个主将姚鸾啊全被杀掉。刘裕他率领水军入清河之后啊，就将这个沿着这个黄河西上，为了避免和北魏军队呃产生摩擦，他就假装客气啊，派遣使者啊到魏国表示要借路。 姚泓这个时候又窘又急呀、啊，后秦呢和北魏呢本来就有姻亲关系，他就赶忙派遣使臣向魏国啊、呃、这个求救兵。魏国呢君臣在一起也肯定要商议此事啊。当时大臣崔颢就是汉人，他就说：“姚兴已死，姚泓懦弱，刘裕呢成为伐人，其志必取秦国。如果我们遏制他的军队，刘裕心生愤恨。” 上岸北侵，那样的话呢，我们魏国等于就是代秦国受敌。现在呢，游然部族人马在我们边境之北不断侵扰我国国境，百姓缺粮。如果我们与刘豫开战，南北顾此失彼，不如听任刘豫西上，然后屯兵啊，以塞其东。如果刘豫取胜呢，会因为我们借道给他心存感激，也不会与我们为敌；如果刘豫战败，我们又有救秦国这个名声。 啊，趁其撤退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攻击他们啊，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魏国皇帝拓跋嗣呢，不听崔浩的建议啊，派领着手下的率领十万多人马、啊、屯于黄河北岸啊，就想和这个晋军啊决一雌雄。那么刘裕他率领水军入黄河之后呢，一看那魏军呢沿着黄河边活动啊，人马不断，他就深感忧虑。 王镇恶等人告急的这个使者来呢，他打开船窗，指着河边的魏军说：“我告诉你们，攻克洛阳之后，等大军开拔之后，都集合之后才进攻。现在你们轻易进兵，又多出来个魏国的敌军，我该怎么分兵布将呢？”气恼归气恼，岸边鬼魂一样的魏军啊，啊，不搭理还不行。呃，进军是船行啊，他们在旁边骑马随行，那在北岸一直跟着这个刘裕的船队走。 晋兵呃当中凡有小船，因为大风漂浮到北岸的，啊，尽数被这个卫兵啊箭射枪筒一个不剩消灭掉。每当刘裕哎派军去追，下船去追晋军，刚上岸，北魏的骑兵马快，当时就跑个没影儿。等到晋军撤回到船上，魏军又冒了出来，就跟鬼魂一样，一直是缠着，一直是跟着船走。到了五月间呢，刘裕想出一招来，别太他也怒了。 他就派出他手下的白直队主丁武，丁武、啊、这个人从前是他身边的这个武士护卫，就是在酒席之间帮助刘裕一大棒把诸葛昌民一闷棍打死在当地那武士，让这个丁武率领七百兵士，然后呢率领战车百乘抢渡黄河北岸，并在距河水百余步的这个地方布下一个弧形的军阵，这个阵法是两头抱河，形似新月，所以称为雀月阵。 当时呢，禁军每辆战车上就设置七名持兵械这个士卒。一切布置好之后呢，丁武在阵中竖起一根类似令旗的这个白毛，呃，就以此来指挥、通知船上的这个禁军。北魏军队呢，一看数百名禁军登上战车，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没敢马上采取行动。这个时候，刘裕其实早已经派出宁朔将军，呃，朱超时严加戒备，准备出战。 因为魏军迟疑，没有抓住这个晋军立足未稳的机会呢。晋将这个朱超石已经率领两千兵士，携带百张大弩，忽然上岸去接应丁武。嗯、呃，魏军呢忽然发现晋军每辆战车上又增设了二十名士卒、呃，他们还在车辕上的张设盾牌，以此来保护战车。魏军等醒过味来的时候，晋军已经立营成阵了。哎，这个时候他们就马上向晋军展开围攻。 朱朝时呢，先让晋军拿出软弓小箭射向魏军，魏军这铁骑全然不惧，个个心中暗笑，一看就这点箭，这点弓。因此当时啊，这个北魏的军队就认为晋军啊，重少兵弱，因此就从山面冲杀过来。这时候呢，魏国的将领长孙松接到消息，急忙率领三万铁甲骑兵助战，猛攻晋军。朱朝时呢，看见大批的铁甲骑兵，北魏的这个军队来袭。 马上命令手下禁军改换大弩猛射，又选派的神箭手急速发射这个箭雨，一下就使得魏军骑兵遭到重大杀伤。即便如此，呢，魏军还是不顾生死，毕竟知道的自己的士兵这个兵员充足好几万啊。虽然一排一排被射死，被那大弩被那些箭射死，后面的这个北魏军这个骑兵依旧是喊杀阵阵，拍马前来啊，冲势不减。关键时刻，这朱超时啊。 就使出早就准备好的秘密武器，几百把大锤以及一千多长槊。晋军呢，先把那长槊从中间的木杆折成两段，啊，只留了三四尺长。然后呢，一名士兵持槊在往前装填，后面的兵士呢，用那大锤猛击弩机这个机柄。等到这个卫兵呃蜂拥而至，他那弩机猛力发射，他这个。 作为大箭的那个长槊啊，那个大尖头啊，一箭就能射穿三四个人，而就跟穿糖葫芦一样。这魏军没见过这么大功能的武器，所以一下子被杀一片。而且你想被杀，还有一串一串的死在当地，一时之间啊，心内大骇，崩溃，马上就跑了。岸边啊，死者相击，就杀的那个魏军啊，在这个岸边那个尸体、啊、都堆一块儿。魏军大将的阿波干呢，这个时候也临阵被斩。 剩下的骑兵呢就慌乱而逃，魏军呢只得退还到半城。这个时候，晋将朱朝时，还有大将胡帆啊、刘荣祖等人，在刘裕指挥下就率领骑兵发起追击。你看，这个晋将晋兵虽然说一直乘船，但他们也是有马的。江南骑兵相比北魏骑兵，实际上确实是真正打起来是占有劣势的。所以说，不久呢，这支晋军就这又被魏军包围了。但毕竟啊，是刚刚大胜。 勇气还没有消退，晋军的骑兵啊是激战一整天，最终大破魏军，斩首敌军千人。刘裕得知自己手下的晋军啊取得大胜，又马上派出将军啊率领五千兵马渡过黄河，进攻北魏的这个岳旗城。半途当中呢，晋军又遭到北魏重甲骑兵的包围，而这个晋朝这个将领还有这个骑兵都不慌不忙，用长戟结阵抵抗魏国骑兵的冲击。 不久呢，朱超石又率领一部分人马，及时赶来增援。呃，魏军呢，这个时候闻风而逃，晋军得势不饶人，一路追杀，斩首魏国兵将数千人。经过我们刚才所述呢，这场战斗非常精彩，还是历史上非常大名鼎鼎的啊，就刘裕使出的雀跃阵。那么这个雀跃阵到底是什么阵法？为什么这么神奇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上一集说到呢，刘裕亲自指挥，在这个黄河岸边啊，用雀跃阵，呃，把这个北魏军队杀得大败。雀跃阵呢，在后世特别有名，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细讲，复原一下。这个雀跃阵之所以有名啊，因为到了后世，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只要谈到古代战争啊，其中的以步制骑，都会把雀跃阵呢当做典型案例。 那么，从现有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雀跃镇啊，它本身是由水军和步军共同组成的，其中的步兵呢又以战车为主。我们要知道，两晋南北朝时期，我们中国人啊发明了马蹬，骑兵呢，他那个装具呢是越来越完备。那么，在北方的这些少数部族军队呢，啊，当中还出现了重甲骑兵，也就是所谓的铁骑。这种铁骑呢，不仅有很强的一种集团冲击力和特别强的防护力。 在对敌方没有装甲的这个轻骑兵或者是步兵正面冲击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有摧枯拉朽这样的优势。当时呢，南方地区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并不利于骑兵作战，而且呢，南方马匹资源特别缺乏，所以说在南方江南一带，骑兵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实际上，在义熙五年，也就是公元四百零九年，刘裕。 当时北伐南燕的时候，提前准备已经想出了对付这个南燕鲜卑铁骑的一种办法。面对刘裕的进攻呢，南燕军队当时派出九万军队抵御，其中就有铁骑万余，也就是说呢，有一万多重甲骑兵。对于这些重甲骑兵呢，我们先前也讲过，呃，就刘裕是怎么灭掉南燕的，呃，具体的这个情形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呢，刘裕的这个雀跃阵的阵法，应该是从义熙五年攻打南燕，一直到义熙十三年攻打后秦这八年之间的逐渐成熟的啊，绝对不是在战场上一拍脑袋、心血来潮、灵光一闪忽然就想出来的。雀跃阵呢是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比较复杂，需要兵器啊、兵种啊、兵力配置以及地理条件的全部配合。 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齐了，才能使出这个阵法。正是因为当时晋军他有治水权，这个极大的地理便利条件，使得这个河水呢可以保障晋军这个雀跃阵的后方以及它侧翼的安全，不会发生被北魏军队的骑兵在平坦的这河岸啊那种合围聚歼那种情况出现。那么晋军他有良好的视野，更利于观察敌我双方的行动，因为他有高的楼船。 同时呢，当地的平坦地势呢，可以使北魏军队呢失去地形优势。晋军可以在高大的战船上俯瞰整个战场，不仅视野良好，也相当于占据了制高点。晋军当时在距河水百余步之处，用战车百胜，哎，布下这个弧形的这个阙月阵，等于是两头抱河，就是以河岸为月弦。晋军的每辆战车设置七名。 啊，这个持军械的这个士卒一共七百人，结阵之后呢，又派两千名士兵上岸接应，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等于是共有二十名士卒。这些人呢，在这个车辕上的张设盾牌，保护战车呢免受地方这个箭矢的这个侵害。我们要知道，弧形的缺野阵呢，可以分散敌军多方面的进攻，因为弧形就有这样的受力点这个优势，抗冲击能力特别好。 而且呢，禁军阵内的士兵呢，武器充足，你像有槊、杖、弩等进攻性武器，对于敌人的杀伤力非常强。更重要的是呢，禁军阵内士兵呢，背水为阵，可谓是陷之死地而后生，想不勇敢都不行。正是因为呃这些条件，这刘裕发明的这个雀跃阵呢，才能以近两千七百名的这个东晋步兵，大破魏军三万多骑兵。 威力确实强大，但是呢，雀跃只是昙花一现。自此之后，中国军事史上，如果我们读过古代战争所有的战例，再没有类似案例出现。哎，这就是因为雀跃的实际使用啊，对战场环境和兵力配置，还有武器配置要求都非常高，稍有不慎肯定会全军覆没。如果进军的雀跃后面没有大江大河那水利优势，雀跃的后方和侧翼安全就不可能得到保障。当时。 如果晋军凭借的是一条普通的小河，啊，晋军的大型战船啊，也不能在背后做这个军事威慑和支持。一旦魏军渡过水，渡过那小河，对这个雀野镇实行合围，晋军也肯定失败。此外呢，雀野镇在作战的时候，不仅要凭借这个河流的优势、大河的优势，还必须掌握制水权。如果当时北魏军队也有和晋军实力相当的一个水军， 东晋的这水军就不可能全力支持阵中的那些步兵的那些军事。如果水战中东晋水军败于对方，失去治水权，呃，结果肯定是更难以预料。可见多年以来，确阵一直被我们后世当作古代以步治水啊什么这个战术典范。其实准确来说呢，应该是以水治骑。刘裕这个确阵一使，两千七百名兵士杀的这个魏国军队三万多骑兵大败。 魏国皇帝拓跋嗣听到自己的军队这个败讯之后，才知道啊，晋、啊、军啊确实勇猛，后悔自己不听崔浩的当时的这个劝告。但是呢，对于刘裕是否能击灭后秦，拓跋嗣啊这北魏皇帝啊，还依旧生疑。他就问崔浩：“刘裕攻伐姚泓能够成功吗？”崔浩说：“肯定能。”拓跋嗣问：“为什么呢？”崔浩就说了：“先前呢，这个姚兴活着时候 好事虚名而少实用，他这儿子姚泓呢，懦弱多病，兄弟之间互相争杀内斗。刘裕乘危而进，兵精将勇，必能战胜。拓跋嗣又问刘裕与慕容垂相比又如何呢？崔浩就回答说：刘裕的才能当然是在慕容垂之上。慕容垂借父兄之资，修复燕国旧业，原先的鲜卑宗族国人都如夜虫奔火一般投靠他，稍加依靠。 啊，就很容易成功。刘裕这个人呢，奋取于草民寒微，无尺寸之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秦慕容超，南萧卢循，所向无前，可谓是才超常人，绝对不是一般人。因此呢，他这个白手起家，你让崔浩这北魏的最大的魔臣都悠然神往。魏国皇帝拓跋嗣一听大臣崔颢如此一说，不停点头。 从此之后呢，魏军再也不敢轻易的阻碍晋军的兵方，刘太尉呢就很快顺利的抵达洛阳。如此危急时刻，后秦的军队屡,屡屡战败不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统帅姚绍就唯一有才能的，有这个率领兵丁、呃、抵抗敌军才能的这位宗室姚绍，忧急愤懑，呃，竟然是发病吐血而死，急死了。到八月份呢，刘裕已经到达陕地。 手下大将沈天子啊、傅红之等人已经进入武关了，在春泥那个地方、啊、扎下营盘了。春泥就是今天陕西蓝田，就距离长安已经非常非常近了。这个时候呢，晋朝的将军啊、呃、沈天子等人呢，就将要攻打这个姚柳，姚柳城在今天这个陕西蓝田啊、呃，就是这就,就是那里。那么后秦的国主姚泓呢，一听说敌军已经如此近了，横下一条心，御驾亲征，因此呢他率领马军步军数万吧。 就想和刘裕主力正面决战，但同时他又怕沈天子的禁军从后面偷袭自己，就想先以大吃小，想先把沈天子这个偏军啊击灭之后，待倾国东出啊与刘裕决战。这人要是走背运啊，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沈天子这一步进军呢，人数特别少，本来他们是迷惑秦军的疑兵，总共才千把号人。 忽然听说姚洪自己亲率数万大军马上就到了，沈天子啊，他马上就要提兵前去相迎。这个时候呢，跟他一块儿那个晋朝大将傅弘之这个人还比较持重，就劝说啊，敌人的兵力太强，又是他的皇帝亲征啊，御驾亲征在阳内啊，咱们肯定打不过，咱赶紧退了。兵贵其用，不必再重。而且呢，敌我双方人数相差太远，等敌军列阵成型，我们想逃也来不及了。 不如啊，现在啊，趁着他们刚到，迎阵未立，我们先发制人，可以立功。你看沈天子这人，当时就这么大本事，这么大能耐，都就劝傅红之：“咱们啊，赶紧啊，先发制人。”对傅红之说完这番言语呢，沈天子转身又对身后的禁军士兵们讲：“我们大伙儿冒险远来，正求今日之战，生死一决，可以一战封侯。”他身后那些禁兵。 啊！听说主将这样一说，忽然发威，踊跃参战。这些人手执兵器，高呼着出前，就一下就直接就冲击啊、呃！前来相战的这个秦军，后秦军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忽然从树林当中出出一帮不要命的这个东晋士兵，一下惊慌失措，转身就逃。大败之下，后秦的士兵就被晋兵斩杀一万多人，就基本上一个人杀十多个。 姚洪啊，虽然他是国主，虽然是皇帝，大军忽然败逃，他也来不及阻止啊，只得慌忙奔还罢上。跟他一起来那些御用的，就皇帝用的成语啊、仪仗啊，都被禁军缴获了。另外一部禁军，就王镇恶啊那一部禁军呢、啊，猛攻潼关，潼关是坚城啊，啊久攻不下，他就向刘裕请示，要改变策略，准备自己率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直袭长安。 王真呢，他率率领这个晋朝水军啊，都乘坐这所谓的萌冲小舰。什么叫萌冲小舰呢？就是这个外狭而长约萌冲，以冲突敌船也。晋军士兵都藏在船内，向下呢探水划桨。后勤的兵士他是北人啊，没见过这样的船。由于外面有船篷，他们只看见船走，不见有人在外头摇桨划船，都认为晋军啊，这是不知道发明了什么先进的这个这个船只。 个个看着都肝颤，就看着禁军的小船嗖嗖嗖在河上走。王镇恶这一军到了灞桥之后，就立刻下令兵士啊在船上吃饭进餐，然后呢全体持兵器登岸，严令后登者斩，只要稍微有所迟疑、有所懈怠，马上斩首。东晋士兵上岸之后呢，先前乘坐的小船啊无缆又无锚啊，渭水又都是特别迅急，呼啦啦全部顺水漂走了，一只船都没剩下。这个时候。 王振鄂就做战前总动员，你看嘛，我们大家的家属都在江南，这里是长安北门，我们距离家乡已是万里之遥，船舰一粮现在是随流漂没，如今呢，进战而胜，功名俱显，不胜尸骨无存，希望大家努力。言毕呢，这个王振鄂也不多说，身先士卒，第一个向前冲杀，他身后的进兵立于绝境，勇气倍增。 无不以一当十，冒死之前，就往前冲。秦国就后勤那个大将姚丕率领兵马前来抵御，马上就被晋军杀得落花流水。后秦的国主姚泓那个皇帝听说消息之后呢，马上呢也率领自己的兵丁前往。正赶上呢姚丕败军溃还，哎，自己人互相践踏。你想，他的姚泓率领军队本来去救援的，正好被自己的、这个、这个秦国这个败军践踏拥推，当时死伤无数。 大败之下呢，姚红这个秦国的皇帝单马皇宫，王镇恶方面，他率领的禁军奋勇无前，一下就攻入后秦都城长安这个平朔门。姚红这个时候惶恐无计，就与宫内的家人商量，就想出宫投降。他有个儿子叫姚佛念，当时才十一岁，就对他父亲说：“晋人将惩其欲，肯定不会让我们活命，还不如我们先行啊，阖家自尽。” 姚弘当时也是惨然不答。这位国主青少年时代圣贤书读得不少，真到国君死社稷这关键时刻，他还真下不了决心。如果从事后的这个经验看呢，其实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还不如当时自杀死了，免得这个又万里之外送到健康这个都市去斩首。姚佛念这个小孩呢，人小有志气，一看他爹还不同意自杀，他就自己登上宫墙投地而死。 姚红呢，这个时候没志气，只得率领他的妻子、嫔妃数人啊，步行到城门，刘裕大营中投降。姚红的弟弟姚赞呢，随后也率着宗室，就是那个姚姓宗室一百多人啊，那些王爷啊，那些王公啊，前来投降。这个时候，刘裕就显示出他那种揭示地痞本性中残忍、横暴的一面，立刻就把除姚红以外所有后勤的宗室妇女全部就地处决。 血溅门营盘，接着呢他又命令用监车把这个姚宏啊，这个秦国的皇帝啊啊送回到建康，然后呢，当着这个建康的市民斩于闹市之中，以彰显他自己破灭一国的这样大的功名。姚宏被杀的时候呢，三十岁，在位两年。那么从姚常算起，这个后秦呢就经历了三世皇帝，三十二年。 史书记载的姚红被杀之后，健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焦死焉。其实呢，草木枯死这个事儿，肯定是因为天旱或者植物啊染上害虫所致。但史臣直接把这事儿写进史书当中，也是委婉表示出对这位后秦仁弱帝王的某种同情。清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康熙皇帝亲自向孔圣人塑像下拜，当时的汉朝这个儒生就感动的不行。 哎、啊，觉得你看这个异族帝王，哎、啊，毕竟像我们先圣屈膝。其实早在姚红当太子的时候，他的老师淳于琦生病，姚红啊就亲到这个老师家中问候，拜于床下。啊，当时他就是皇太子啊，亲拜师傅。实际上，这位姚红啊，这位异族的这个皇帝啊，比康熙要早了一千多年。你看刘玉这么残忍，呃，把这个姚红、姚氏家族、皇族全部斩杀殆尽。 就让我们感到好奇的是，你说当这个刘裕看着自己的兵士在营内砍瓜切菜一样，这个出斩这个后秦这个皇家宗室的时候，流血营前，哀嚎满地，他是否想起就先前姚兴，哎，让他不费一刀一兵就能收回十二郡的账的这种呃、啊、旧情？当时呢，刘裕刚刚平定桓玄不久，在东晋政坛属于立足未稳。你看后秦的皇帝姚兴就给他如此天大一个人情。 难道他现在就这样就杀别人的子孙来相报吗？相还吗？我觉得刘裕也是一个真是残忍之人。无论怎样，你想灭亡一国，入得长安，站在长安城头环望四周，这个、刘裕非常高兴。他扭头就对身边的大将王振恶说：“成武霸业者，卿也。”王振鄂这个人呢，虽然属于你看舍生忘死这样名将，但他呢，确实也像这个古代好多名将一样，有最大的短处，什么贪。 后秦国都被禁军占领之后，你想他的府库充盈，这王宫库里什么都有。王镇恶就派手下军士这私自的盗取那些财宝，不计其数。刘裕对这些事儿一清二楚，但他心内就认定着王镇恶功高，根本就不追究。但是呢，不久有人啊就告发这王镇恶，他率领手下的兵士把姚泓这个玉辇给私藏起来了。刘裕马上就警惕了，以为王镇恶有什么称王称帝这种意志。 马上派人暗中侦查，结果呢，派出之人回报，王振恶这些人只是贪图啊姚红玉撵上那些珍宝的装饰，把那些东西咔吧咔斯挖取之后，那玉撵那架子早就被扔弃在这个墙角旮旯了。哎，刘玉一听啊，原来是这件事情，他就是贪财啊，他就才放下对王振恶的这种遗迹。当时呢，刘玉本来的意向是想趁着你看新灭后秦之后，他自己留镇长安。 然后悉心经营西北，一统中国北方，但他手下那些将领啊、那些士兵啊，基本上家眷都在江南，出来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人人思归，没有什么人想久留长安。到了年底呢，刘裕又收到消息，得知他自己留守在建康都城的心腹刘穆是病死了啊，突然他就感到恐惧，了，毕竟建康城才是他的根本所在。你想那大傻皇帝。 虽然说是个幌子，毕竟在那里呀、啊，百官在那里，将士们的不少亲属也在那里，他就害怕自己的根据地也无所依托，他就当时决议东还。于是呢，刘裕就以朝廷的名义下诏，任命自己随军的次子刘玉珍为都督雍良秦三州驻军事、安西将军，以王修为长史，王振恶为司马，呃，兼领这个平义太守，任命大将沈天子、呃，毛德祖为中兵参军，沈天子呢还任命他为史平太守。 毛德祖呢，呃，任命为秦州刺史；傅弘之呢，为雍州啊，治中从事使，就都是管领一地的这些大官吧。刘裕这样安排的，好像挺妥当。你看，功臣猛将各据重镇，同时呢，刘裕的亲儿子作为统帅坐镇长安。其实，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天大的错误。为什么？刘裕当时他的宝贝儿子刘义珍在这些人当中官职最大，但当时这孩子才多大？才十二岁。 是个没有任何主见的，就少年毛头娃娃。他那些将领呢，都在平秦战争中立有奇功，谁也不服谁。特别是王镇恶，他的祖父王猛啊，在关中名气大得吓人。那些南来助将对他都心存疑忌，呃，并因先前的互相争功啊，而对他产生怨恨。那么刘裕自己不在关中地区坐镇，哎，你看，匆匆忙忙地率领手下的大批得胜的军士东归建康，此行。 到底是对是错呢？我们下一集再讲个分明。 上一集说到呢，这个刘裕啊，率领东晋的军队呢，灭掉了姚氏的后秦，呃，占领了长安呃，以及附近的这个地区吧。但是呢，没过多久，他就急急忙忙的率军返回了。当时呢，一般史书啊都讲是因为什么呢？呃，将士思归，这个呢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哎，这支西征部队他们只出来一年。 并不是那种出来搞了好几年非常疲劳，要马上回到江南休整这样的一支队伍。而且呢，关中啊乃形胜富饶之地，金银财宝无数啊，粮食的这个储积又非常丰富。刘裕呢大可以凭借如此的重镇和广大的个土地呢，去乘胜北伐，比如说把这个北魏的鲜卑啊、拓跋氏啊，还有当时大夏这个赫连勃勃啊这些全部消灭掉。 刘裕他只要专心致志消灭周围那些割据政权啊啊，绝非难事，因为他现在又乘着盛世，而且这支军队又能打，还有一个呃他的这个势力啊啊确实是很大。等到天下一统之后呢，哎有齐勋大权，刘裕本人就可以在长安或者在洛阳哎这两个传统的都城呢做真天子。 他何必急急忙忙返回建康，住在东晋的那种旧宫殿当新皇帝呢？遥想前朝，你看魏文帝曹丕，就是在邺城受禅，就是接受那个禅让，而并非呢要回去洛阳，从汉献帝手里夺回玺绶，然后在那儿当皇帝。不过呢，我们回想一下啊，刘裕北伐的两个国家，消灭掉了南燕和后秦，实际上当时都已经是内忧外患，还遍布了这种西洋政权。 都已经离亡国不远了。即使像南燕慕容超如此的国弱民疲，刘裕呢在讨伐南燕的过程中呢，实际上依然称不上十分顺利，和当年王猛率领前秦大军击灭前燕的这个慕容伟的那个国家那种摧枯拉朽之势根本就不能比。由此呢可以看出，就江南的东晋政权军队的实力呢，它真正的实力和北方政权之间呢，确实是还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现在刘裕灭掉了姚泓，他当皇帝的这个后秦，致使大量后秦的豪族和百姓呢，得就近就向北魏归附了。这一方面说明什么呢？秦雍地区的汉人豪族啊，在东晋和北魏之间，啊，他不得已，呃就近选择，选择了鲜卑族的他的这个北魏政权。另一方面也说明刘裕在北伐得胜的过程当中呢，北魏拓跋氏的国家实力呢也是不断在增长。 刘裕呢，新晋征服那些山东、河南地区，尤其是淮北地区，啊，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军事啊、经济资源加以巩固。所以说，如果从这方面讲呢，刘裕最终啊，他弃守关中地区，从整体的战略层面来说呢，也不算呢，就是太差。那么刘裕留在建康，他那心腹刘牧之方面，也不断为刘裕呢吸纳了大量的这个门阀士族人士，加入到韩人那种军人统治集团当中。 而且呢，这个刘牧之还是刘裕集团，呃，韩人当中唯一有能力，而且威望也很高，能让江南士族啊对他心服口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刘牧之忽然病死了，使得原本给自己效力的健康士族呢，就忽然成为巨大的隐患了。因此，刘裕呢就特别害怕王谢这些大族或者别的什么门阀，忽然把大傻子建安帝啊推出来，然后呢下诏反对自己，说自己是逆贼叛臣。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班师回朝。但从我个人分析看，我觉得刘裕如此急急忙忙的、这么着急的返回江东，还是他平生一大臭招，也是啊，他周围谢会那些谋士出馊主意的结果。这些人，你想，他就贪立那种左命之功，总是想刘裕赶紧登上帝位。这些人，他没有就是平吞天下之志。 他呢，对原先的东晋呢又缺乏那种忠贞仁义之心，因此呢，从工业上讲，刘裕远胜曹操，但在用人方面呢，这个刘季奴比那曹阿满相差太远了。刘裕在率领军队东归之前呢，他手下的大将沈田子啊、傅红之这两个人多次就对刘裕说：“王镇恶老家在关中，他的祖父王猛呢又深得当地人心，此人呢不可尽信。” 在这个时候，刘裕如果是个厚道的人，或者是个明白人，他大可以就把王镇恶调回建康，或者就完全相信王镇恶，驳斥沈天子、傅红之两个人的这种无根据之言。但是呢，这个刘老头子他是街头地痞出身，就喜欢玩弄内景释方之间那种小伎俩。他私下就对沈天子说：“当年钟会在蜀地叛乱不成，正是因为有魏冠在。” 俗语说：“猛兽不如群狐。”你们十多个人，难道还怕一个王镇恶吗？你看，他把那个先前哪一在魏晋交汇之际叛乱的那个钟会比拟王镇恶，以沈天子呢比拟魏冠，刘裕自然就给了沈天子这些人一种心理暗示，似乎就让这些人随时可以见机行事，对王镇恶呢实行哎，就是从前魏冠那种杀钟会那样的随机应变之事。 为此呢，编撰那个《资治通鉴》的大文豪司马光特别有感慨，他怎么评论呢？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牛玉既委王振恶以关中，而复与沈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之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刘裕一东还了。 率领军队东归了，一直觊觎关中地区的，在西北的大夏天王赫连勃勃，哎，一听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他手下的大臣呢，王买德马上就表示说，关中形胜之地，而刘裕留下他的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是因为要急于啊回建康篡国，他根本就无暇没有时间经营中原。这正是天赐我大夏的极佳机会，绝不可失。青泥、上洛两地分扼南北险要。 应先遣游军断其通路，接着我们再派兵东塞潼关，崛起水路之路，然后传习关中三府百姓，施以威德，刘义珍小儿必在我们网罗之中。赫连勃勃呢，闻言大喜，就让他的世子赫连夔啊为先锋，率领铁骑二万直奔长安，又派他另外一个儿子赫连昌呢屯军在潼关，呃、啊，任命王买德呢为府军右长史，屯兵青泥。 各路大军出发之后呢，赫连勃勃他自己自率大军，自为呢各路军队的后援。赫连夔的军队呢，马上就飞奔到了未央，关中民众呢，呃，如此一来呢，望风迎响。刘裕本人他率领军队东返啊，关中的汉人、啊、这个时候对晋军呢就不怎么抱太大的希望了。你想，他统帅本人都回去了，显然呢，这个晋军在这儿待着是不可能长久。 听说夏国军队来攻呢，东晋的龙骧将军沈天子率军前去抵御，但是呢，又害怕对方兵多，他又退回到这个刘回堡屯扎。我们想一想，就是在几个月前，同样一个沈天子率领一千多疲惫饥,饥渴的禁军，就能够一战击溃后秦姚泓，就那皇帝啊御驾亲征率领的数万军队。如今呢，禁军休整停当，人不缺粮，马不缺草。 夏国的赫连勃勃、赫连奎啊，他们这个骑兵远来，属于疲惫之师。这个时候，沈天子却害怕对方兵多，不敢交战。这样一来呢，双方未交手的晋军在心理上已经输了一大截。仔细分析的原因啊，肯定是因为晋军的兵将，破灭这个后秦之后，各自拥取了大笔的金玉珠宝，呃，同时又怀有思乡恋土之情。我们要知道，这战争啊，这个军事想法一多。 手中的财宝一多，见敌必怯。一听见敌人来，他就生气了。为什么？我要死了之后，我从前抢了一些金银财宝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沈天子就派出自己的手下的信使到长安报告军情。王振恶当时啊，就对那个文臣王修说：“看刘公以十岁儿托付给我们，我们正应当共思极力，一举攻破敌人。沈天子现在畏敌不前。” 大事怎么能办得成呢？沈天子本来就与王振恶啊，先前因为争功啊，他们之间有这个怨恨，有过节。听这信使回来一说，哎，王振恶当众说自己啊，这个敌人来了，心中胆怯，心中当时又气还又害怕，气气什么呢？你看王振恶不帮自己说话，害怕什么呢？自己未战先退，怕回去之后被军法从事。不久呢，沈天子、王振恶。 这个两个人就合兵了，他们就出长安以北，就准备一起呢抵抗夏军的进攻。这个时候呢，沈天子就派人在军营中散布谣言，说这个王镇恶、啊、要尽杀营中的南方人，只留下数十人，把刘玉珍啊遣送回江东，他自己呢要盘踞关中造反。晋军啊，这个时候好多人，哎、呃，这个消息传得越来越快，听的人越来越多，人怀坠恐，人人害怕。 啊，确实是王振鄂，他爷爷王莽就特有名，他在这关中地区人望特高，因此呢，禁军兵营中的这个南极北极军事就相互依据。那本来是南兵、北兵从前合作挺好，这个时候就开始互相猜测。看见自己散布的谣言也有效果了，这个沈天子就派人请王振鄂到傅弘之大营去议事。王振鄂本人是当时没有任何戒备之心，你想他没有任何反心，因此呢，他就马上啊就。 进到这个傅红之的大营营门，结果一进去之后没看到傅红之本人，只见沈天子啊来迎接自己，一脸笑意，非常友好的啊，这这个抓住自己的胳膊，说有要事要单独商议。王镇恶当然是不知道沈天子当时怎么想啊，根本就没有任何提防之心，就随着沈天子走入营帐。刚要说话，幕后就窜出沈天子预先安排好的他自己的亲戚沈进仁这个人。 当面一刀，就一刀就把王振恶杀在当地。沈天子当时一身是血啊，就手提王振恶的人头，出得军营，向士兵们宣布：遵刘太尉令，诛杀谋反主谋王振恶。你想，猛将王振恶的人头忽然被另外一位猛将沈天子提在手中，进军满营的兵将一时愕然，但是呢，谁也不敢说什么。 因为沈天子说是遵刘太尉的命令，更过分的是，呢，这沈天子马上还派人杀掉在营中没有任何防备的王振恶兄弟七人，但其中包括他的堂弟，一下把这个王振恶的哥儿几个，等于就是在军营之中诛除殆尽。傅红之呢，虽然很早就向刘裕进言说王振恶这个人不大可信，忽然听说沈天子在自己的营中杀掉王振恶，也是错愕异常。 因为王震不是一般的将领啊，这都类似于副统帅这样的啊，这种级别的吓他。他当时骑上一匹快马，飞奔回长安城内，就像刘玉珍啊，还有他的那些呃协助他的那文臣汇报这个情况。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刘玉真和他幕僚长啊王修都被吓了一大跳。这几个人马上是冠甲之剑，就马上披上甲，准备这个应付的紧急情况，然后紧闭长安城门，登上长安城楼观察情况。 很快呢，沈天子带着几十个从人啊，毅然而来，马脖子旁边呢挂着大将王振恶以及他兄弟等人的这个血淋淋的人头。王振恶谋反已被我们诛杀。沈天子呢，在城头之下呢，洋洋得意向城头喊话，他的一脸那个得意之色，就是那种丑表功的那种呃状态。他原先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刘裕本来就对王振恶不放心，现在呢，大敌当前，杀掉王振恶。 诬称他谋反，死无对证啊！一来，哎，给自己泄愤；二来，抵拒夏国赫连氏的兵马，肯定长安这些人还得需要我自出力，因为我是猛将啊，我自己也肯定不会因为把王振杀了，哎，而得罪城上的王修等人。哎，见沈天子率领的人马没多少，几十个人，马上开城门放他们进来。结果刚一下马，实际主持。 当时长安军政这个王修马上命令士兵上前就把这几十号人全部给我绑，立即斥责沈天子无故专路国家大将，也不多说，马上加以斩首。你看，还没来得及与夏国的这个敌兵交阵，东晋那个军队窝里反，呃，已经是自折两员大将。晋军内乱如此呢，傅红之呢这个时候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征啊，但是他还展现出。 晋军强大的战斗力，那现在这个池阳大破赫连夔的骑兵，又在寡妇渡这个地方再次攻击夏军，打走赫连勃勃亲自率领的军队。由此可见，晋军的这个战斗力还不差。赫连勃勃的大军一退走呢，长安以及这个周围的地区暂时就得以安定。 刘裕听说王镇恶的死讯是吃惊不小，他连忙啊向那个晋廷上表，表示说呢，沈天子忽发狂意，掩害忠良，王镇恶的忠勋还未来得及表彰，就出此大祸，痛惜兼至，早晚不已。但他并不是说沈天子多坏要谋反，就是说沈天子忽然发了疯病了。一方面就是痛惜王镇恶的死，一方面呢，对于沈天子来讲呢，也没有说。 啊，他是谋反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什么？沈天子也是这个刘裕手下的一名干将和大将。于是呢，这个时候晋廷下诏追赠王镇恶为右将军。后来刘裕他自己称帝建立宋国，就给这个沈天子呢追谥为壮侯。王镇恶虽然如此惨死啊，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人。王镇恶这个人是阴历五月五日生人。我们要知道，从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 就中国的风俗，我们古代中国人的风俗，就觉得五月五日这一天生的这个小孩不祥，好多这一天生下来的孩子就直接给淹死了。当时呢，家里人呢就想把他过继给同姓的那种叔宗。呃，这个王振恶当时是个大族嘛，就把这孩子送人算了。当时他的祖父王猛呢，一看这孩子呵，这大胖小子就见而奇之，就马上说：“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 而象棋，此而亦将兴武门。哎，这个孩子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从前的孟尝君也是五月五日生人，你看后来人家当了这个齐国的这个宰相。这个孩子、啊、肯定啊也会以后呃大兴我们王家门庭，因而呢给他起名叫镇恶，因为他五月五日生人，本来是恶事恶孩子，哎，结果又给他起名镇恶。 那么，在王振鄂十三岁的时候呢，府间就败亡了，前秦灭亡了，关中大乱，他就随家人呢避乱于这个小水，这个易水一带。在当地人有个叫李芳的，啊，那个人家里头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避难吧，没事在这这个家里人给他接济吃的。完这当时这个少年啊，就志向不俗，他当时就对李芳说：“哎，我以后啊，如果遇到英明的君王，当取万户侯。我事成之后，一定会报答您。” 李方也是个厚道人，随口就答言、哎：“相公您是王丞相之孙子，人才如此、啊，何患不富贵呢？等您成功之日啊，你就封我做本县县令就行，也用不着大老远那个做弄什么大官。”这不久呢，王震恶就随他叔父呢，就等于是跑到江东那地方避难了。然后呢，客居荆州地区。刘豫后来是慧眼识英雄，哎，不断的提拔王振恶。王振恶呢，知恩图报。 也是讨刘毅啊，平司马休之啊，战功卓著。特别是长安一战，我们先前都说立下不世奇功。王镇恶呢，这个时候不失前言，这个攻破洛阳之后呢，就亲自到这个故人李方家，那个人还活着，开堂拜母，厚赠金银，马上授予李方为棉池令。王镇恶当时属于这个方面大将，对于县令啊这种比较低等的官吏啊，他有这个封授的职权。 因为这些人出征之前都一大堆空白伟人传给他们，如此英雄如此才，你看现在竟死于自己人当头一刀。王镇恶死的时候才四十六岁，正是这个盛壮之年。我们刚才说完王镇恶，你说这个沈天子是坏人吗？也当然不是坏人，他也是一个猛将。我们前节也讲了，这个沈天子，你想无论是刘裕平南燕。 啊，还是这个贼头卢循攻打建康的时候，沈天子在刘裕的这个手下表现都非常出色，而且呢，他被刘裕派到岭南之后呢，是大败贼头的这个卢循的叛军，平定岭南立下大功。而后呢，无论是刘裕讨伐这个刘毅，还是攻打司马修之，沈天子都在刘裕麾下呃效力立功啊，等于基本上立那功劳跟那王镇恶也差不多。 刘裕北伐后秦，当时作为这个义军的沈天子，手下才一千多兵马，面临姚红的几万大军，御驾亲征的还是毅然出击，大败后秦的这个国主姚红亲自率领的军队，啊，居功甚伟。为此呢，呃，刘裕当时在为沈天子向朝廷报功的时候，就那个表奏上就称赞沈天子，就说是他这个率领劲锐，背乘奠基，身先士卒，勇冠戎阵。 奋寡对众，所向必摧。哎，这简直当时就是描写的这个沈天子，绝对就是当世英雄。他确实是一代名将。你看这样一个大将啊，这样一个勇将，竟然因为妒忌心，因为一些小愿吧，擅自杀害自己的同事王振恶。最终呢，他自己也被斩首。这个人死的时候更年轻，才三十六岁。沈天子死之后呢，就是因为他杀了王振恶。 原本在东晋都城建康啊、呃，对他的论功行赏，呃，当时也没有做。当然了，刘裕对外声称沈天子就是他忽发狂病才杀人，就没有深究他的这种罪过，呃，对沈天子的家属呢，等于也没有株连。咱们说完了王镇恶，说完了这个沈天子，咱们再说长安的这个晋朝的军队。王镇恶被沈天子杀了，沈天子又被王修杀了，还好，晋将傅弘之呢还是非常勇敢，他率领晋军击退了贺连盔。 这样一来呢，作为长安统帅的刘裕的儿子少年刘义真，就有了感觉了。你说十一二岁的孩子，他就觉得呢，呃、外面来进袭这个长安的强敌不过如此，就开始天天与左右侍奉的那些小人啊，天天嬉戏玩乐，赏赐无度。刘义真手下的首席参谋王修这个人是个文人，特正派，他又亲自受到刘裕的嘱托，就时不时啊，就对刘义真进行规劝。 刘义珍手下那些小人，你看一看小主人啊，随口赏赐自己的金玉银两啊，总被那个王修啊啊借口扣住不发，非常怨恨，暗中就向刘义珍这个少年人啊进谗言。王振恶当时确实要反，所以沈天子杀掉他。王修反而是杀掉沈天子，正是因为他自己也要造反。一来二去呢，这、那个刘义珍那个小孩信以为真，就派人以议事为名。 就把这个王修呢召唤到自己的府衙，结果一进府衙，就派人一刀就把这位他主要的首席参谋一刀给砍死了。你想，刘玉珍是乳臭未干这么一少年，长安真正的指挥者就是王修，所以说王修一死，禁军呢人情离散，你看我们这个主心骨又死了，因此经手下一撺掇呢，刘玉珍就下令，在外驻蒲坂和渭北的禁军马上给我入城。 就是所有的禁军本来在外边还有一道防线，现在全部龟缩在长安城内防守，由此一来就势敌已弱，关中的郡县就马上纷纷向夏国军队投降。为什么呢？肯定也知道这个禁军在这儿待的时间不会长久了，因此赶紧向就近的大夏军队赫连勃勃、赫连奎他们军队赶紧投降。不久呢，赫连勃勃乘着这个势头就把咸阳给攻克了。 因此，长安的这个桥采啊，这个路就绝了。这什么叫桥采就是后勤供应，等于是禁军一下子就失去了城外那种补给。刘裕呢，往来的信使很多啊，很快就知道这件事情，闻讯大惊，赶忙派他的辅国将军蒯恩去长安，要把自己这位能玩会祸害的这个无赖儿子刘义珍召回到建康。同时呢，他派自己手下的心腹。 当时任相国右司马这个朱灵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实际上就代替刘玉珍坐镇长安，又发布命令让这个中书侍郎朱超时去河南那一带去劳军，试图稳定应当地的这个形势。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四百一十八年这个年底吧，朱灵石那率领军队到了长安，当时呢那些这个刘玉珍的部下。 啊！得知自己马上要被轮换回到江东老家啊，这些人、这些军事军将临行前大掠长安，在长安城内到处抢杀，兵车上装满了抢劫得手的宝货，还有那些美貌的这个女孩，浩浩荡荡的回军。你看，本来是替天行道了，堂堂东晋政府军，这一来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比那北方异族军队还不如的强盗。 夏国天王赫连勃勃得知消息之后，马上派儿子赫连夔率领三万军士追击刘义珍。眼看晋军大部队行动迟缓，当时的建威将军傅弘之就劝刘义珍，现在我们辎重太多了，一日之行不过十里，一天才走十里地。现在敌兵马上就要追到，何以抵抗呢？不如我们把这些这个车上载的东西马上都扔了，然后轻行速进，赶紧跑，方可免难。” 没等刘玉珍开口，他周围的那些萧小,小那些小人都使劲摇头不同意。你想，本来带着大笔财宝、美女啊什么，回到江东啊，要做富家翁了，怎么可轻易把这些到手的一切都抛弃掉呢？而且我们也有军队啊！这些萧小,小不同意，他们不同意，刘玉珍肯定不同意。夏国赫连勃勃的兵马就很快杀到，傅红之、蒯恩这些进将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让那他们小主人刘玉珍先跑。 这二将自己呢，率领兵马断后。这两个人还挺能战，他们率领自己手下的禁军，连战好几天，边跑边斗，边斗边跑，但最终是大败。为什么？你这阵的禁军已经没有精气神了。结果呢，傅红之、蒯恩、毛修之这些人呢，呃，不仅这个军败了，这三个人、三名大将都被夏军活捉，然后被俘虏到这个夏国的都城统万城。当时呢，傅红之是大骂赫连勃勃，宁死不屈。 那最后被这个赫连勃勃，呃，杀在这个当庭。蒯恩呢，后来是伤重而死，等于是当时抬到那个潼安城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毛修之这个人就投降了。就这样呢，数万禁军全部被夏国兵马杀得一干二净。先前从长安抢到的金银美女啊，也都被这个夏军所得。当然了，这个刘玉珍手下那些小人，个个也是身首异处。禁军军将还有那些兵马，基本全部报销。 那么刘玉，宝贝儿子刘玉珍怎么样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我们上一集说到，东晋的军队呢在长安大败，基本上在路上就被这个夏国军队给全歼了。刘裕的儿子刘义真呢，当时毕竟是个少年人，目标比较小，估计逃跑的时候又化了妆啊，没有穿那些呃象征他身份的衣服，事先呢又得到这些助将啊驻兵的这个拥护和这个保护。 在逃跑过程中呢，虽然说左右侍从、啊、后来都跑丢了，都被弄死了，他自己这个小孩呢，却能独自隐藏在这个深草当中得以幸免。不久呢，晋朝的这个中兵参军段洪，单人独骑，趁着黑啊一路寻找，一路低呼，就寻找他主公刘裕的这位爱子刘玉珍呢，他认的就是这个段宏的声音，慌忙从草丛中啊爬出来了。 这小孩子秉性虽然很坏，但他特会说话。他出来之后呢，这个抱着个段红边哭还边说：“啊，您是段中兵吧？我就是刘义珍啊！您还是自己逃吧，咱两个人一起跑不方便、啊。您现在也可以把我的头颅割下来，带给我父亲，省得他惦念我的死活。”你想，段红早就为了找这活孩子，哎，听这孩子这么一说，也是哭了。哎，死生共之，下官不忍。 怎么要死就死在一块儿？我绝对不忍心把您把您脑袋给这个这个、这个、割下来给您父亲带回去。于是呢，这位段宏还挺忠勇，就把刘玉珍这个孩子绑在自己背上，然后两个人是策马狂逃。哎，最终呢，呃，趁黑啊，这两个人还真是有命逃回到建康。赫连勃勃方面的得胜之后，他在长安城外是大开庆功宴，把数万禁军被割下人的人头堆在一起铸成金冠，号为骷髅台。 彰显他自己的大胜，对外呢宣示他自己的威武。长安城内啊，平民百姓就愤恨、啊、这个禁军太无道了。临走时又抢人又抢东西，就自发起义，把朱灵石的那个东晋军队驱逐出城。朱灵石临走呢也生气，几乎就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一把火把后勤苦心经营多年的那华丽宫殿烧成白地。 然后呢，他再率领败兵啊，就奔潼关而去。至此呢，赫赫长安坚城啊，最终呢，就为赫连勃勃呢，所得。刘裕得知禁军啊，青泥败训之后啊，非常非常这个忧虑，非常非常悲痛。特别是呢，他特惦记他自己那儿子，他不知道这个刘玉珍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马上整理行装，他要北伐。这个时候，他手下大臣谢惠等人就是玩命劝他。 我们军队的士卒啊，经年征战，非常疲惫，哎，还是呃，请待他年，咱们沉一沉再说。刘裕呢，当时就惦记他那宝贝儿子，哎，对，不听，啊，坚持他要出兵，军马正在准备当中呢，忽然得到段宏的书信，得知他自己那儿子刘义珍呢安然无恙，哎，这老头才放下一颗心。于是呢，他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这次刘裕的北伐啊。 等于就没有成型了。你看，牺牲无数将士、百姓的人命，耗费无数的财力物力，关中地区这么重要的地方，得而复失。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呃，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想篡进自立的这个私心。用几句就比较文学化、形象化的这个这个词儿来形容是什么呢？就平灭桓玄的时候啊，刘裕的他九龙绣衣，只是一两件那个小裤衩、小背心。 灭掉南燕、平灭卢勋之后，啊，刘裕的这个内衣呢，已经全部换成明黄色了。定了蜀地、灭了刘毅、诛了诛杀了这这个、这个、诸葛长民，啊，驱逐了司马修之之后呢，刘裕官带袍袖之间已经是插金边、走金线，啊，都绣了金龙了。等到他灭了后秦归来，应该已经是把黄袍啊当做衬服来穿，领袖之间、袖领之间绝对都是龙纹云影。 他这阵儿已经不用必然了，他就是想要篡位。当时刘裕老头子确实已经六十了，深感岁月无多，但他听当时有谶言讲，就是有那个民间的谶言讲什么昌明之后尚有二帝，昌明就是指东晋的孝武帝，就是孝武帝之后还有两个皇帝。于是呢，他就等不及，再等这大傻子这个晋安帝在善终了。 马上秘密命令中书侍郎王少之找个机会，拿毒酒啊，去赶紧把这个安帝的大傻妞给我毒死。晋安帝虽然是个大傻子，但他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呢，是终日侍奉左右。王少之这些人一直没机会下手。到公元四百一十八年年底，你看就隔了好多日子，这个正好赶上琅琊王司马德文呢得重病了，就估计是感冒什么的，回到自己的王府休养。 哎，王少芝听到消息之后，赶忙入宫，就用衣带等于是把这个大傻皇帝晋安帝就活活勒死在东堂。死的时候，这个大傻皇帝三十七岁。王少芝也是王家大族之后。呃，至此我们可以看得见，偏偏世家大族子弟已经成为韩人军阀手下世帝的这种下三滥帮凶。如果我们读《世说新语》，他这个方正啊这一章当中有两个这样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呢，是大将军桓温权势最盛的时候，希望他的部下王坦之啊，他把闺女嫁给自己的儿子。按照现代人的想法，又跟大将军当时权势最大的人结成儿女亲家，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但是这个王坦之当时没敢直接答应，说回去问问他自己的父亲王树。王树这个人，就是《世说新语》当中的王蓝田。 王树这老头儿平常特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即使成年之后见这个儿子，每次都把他亲热的抱在自己的膝上，跟他聊天说话。王坦之呢，心中忐忑，就把桓温的意思说了一句。王树一听儿子这样说，当即大怒，就把平时抱在这个膝上的宝贝儿一下子推在地上，怒声斥责说：“你怎么越来越傻了呢？这么害怕桓温吗？我们氏族女岂可嫁与兵家儿？”这是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呢，晋武帝的时候，而特别宠爱将军胡奋啊，他送来的闺女叫胡芳的，啊就是就是，而且这个呃把她娶回来之后呢，还得把她封为贵嫔，啊这贵嫔就非常地位非常高，就基基本仅次于皇后。那么这个晋武帝和这个胡桂嫔啊，平常就玩什么出仆啊这些赌博游戏，或者玩投壶啊什么的。哎，胡桂平这个女孩呢，性格特别爽快外向。 你说你跟皇帝在一块玩这些东西，你还你你你你就让着点不？他跟他争夺游戏使用那个投矢，就投的剑。一下一抢呢，就把这个晋武帝的这个手指啊，哎，这个就就,就给弄伤了，血乎流烂的。晋武帝挺不高兴的，你想我再宠你，平常也没看自己哪个嫔妃皇后，呃、这这不不用剑把自己的手指割伤了，他就瞪着胡贵嫔就说什么呢？哎，真是将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兵家女啊，真是没教养。 那么粗鲁无礼，胡桂平呢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马上呢反唇相讥：“是北伐公孙，西拒诸葛，不是将种又是什么呢？”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你武帝，你爷爷什么司马懿，你爸爸什么司马昭，还不是带兵打仗？你自己也是兵儿将种啊！就从这两个故事能说明什么呢？为什么又给大伙儿讲到是说就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白无误的可以表现出来，在当时啊，在两晋时期。啊。 门阀士族，他是以自己的门第的那种优越感自称的，那个优越感特别巨大。任你大将军再贵盛，啊，再当朝第一个人，再有生杀予夺之权，他就是不会把我世家女，我世家大家门第的这样的女儿嫁你这种兵家儿啊，我就不跟你结结亲。晋武帝你再尊贵，哎，你看他这一骂这个胡贵嫔为将种，也会使得那位身为臣妾的泼辣美女发怒。 然后反唇相讥，但是呢，自从刘裕寒门啊、呃、成为帝王之后呢，士族高门就两晋的士族高门就一代不如一代了。他们一是更加呢固执的封闭门户阶层，就开始自我联姻了，就是也当然他不可能和这个特别低下这个寒人阶层的结婚。第二呢，他就不得不在各个方面呢向寒人阶层低头。你想。 从前，他们这些子弟都在朝中任了一些特别清闲的官职，逐渐的呢，哎、那些官职呢都被那些出身寒素之人所掌握了，他们只能给人家当帮手了。至此呢，这些门阀士族从前的荣光、啊、渐渐的这个消退了。如果他们不依附、啊、从前被他们讥讽为兵家的啊这些有权有势的这些这些将军们啊，哎、不不不依附这些人，这些世家大族的身家性命。 随时难保。大傻子晋安帝被弄死之后呢？呃，刘裕马上就立安帝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帝，啊、呃，以应那个谶言。那不昌明之后有二帝吗？大傻子死了，现在再把这个司马昌明立为帝，这就是东晋最后一位皇帝啊、呃，晋恭帝。晋恭帝元熙元年，就公元四百一十九年八月，晋廷呢，呃，又下诏，呃，晋封刘裕为宋王，以镇寿阳。 哎，这就是实际上马上就要篡位了。所谓的皇帝下诏，就是刘，等于是刘裕手下给刘裕，呃，这个按照他的意思，呃，下这个诏书。那么公元四百一十年三月，刘裕这个时候就想篡国，呃，受了这个禅让，但是也不好开口直说，因此呢，他就把好多大臣，呃，招到寿阳来一起欢宴，开大 party、大宴席。席间呢，为了 试探当时大臣们的反应，他怎么说呢？你看，桓玄篡位，晋朝这个鼎命已，按理说晋朝已经失国了。我当时首倡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现在呢，又得到了九次这样的封赏。现在呢，我岁数这么大，从今如此，物极盛满，我觉得我心里不安定。我想啊，现在把爵位还给国家。 我归老京师，我回到京师做富家翁去了。这老头子忽然表示他要告老退休，当时参加宴席的那个那些大臣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马上指得起立啊，然后或者在那儿在在在又给他这个行拜礼啊，都说啊您功德盛大，您立功太太大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接他这话茬。 你看这个事情发生这么突然，在座那些这个东晋大臣谁也不知道这位宋王他壶里卖的什么药啊？到了晚上的宴会结束了，中书令傅亮，哎，出了府门，走出了这个一阵距离，忽然之间明白过味儿来，于是呢，他连夜返回到刘裕的王府，当当当敲大门，呃，我要请这个请求见宋王，刘裕马上就开门召见他，傅亮失礼已毕。 开口就说话了，微臣我现在马上要回都城健康办件事儿。呵，刘裕啊，这跟这个傅亮两个人就是心领神会，特别高兴。你看，终于有人明白我心思。他也不多问，也不多讲，就问一个问题：你需要多少人相随啊？傅亮就回答了：数十人即可。傅亮马上就回到健康，替主子操办那个禅让典礼的事情。他先是以进恭帝的名义下诏书，征刘裕入朝辅政。 说你别在寿阳待着，你赶紧到京城来，这个帮我处理正事，并帮助刘裕呢定下新朝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就是他还没当皇帝啊，谁当宰相啊，谁当什么这个官那官，他都替刘裕弄好了。公元四百二十年阴历六月，呃，这个这个呃某一天，刘裕呢率领大队人马从寿阳啊回到这个首都建康。傅亮呢先入宫。 好言软语就劝进工帝，还是把帝位禅让给宋王，并把已经拟好的这个诏书啊呈上，而是就让这个司马德文实际上让他照抄一遍。那么根据历史书记载呢，工帝欣然操笔，为左右曰：“桓玄之时，进士已无天下，今日推国与宋王，本所甘心。”于是呢。 那司马德王就自己在那个赤色的诏书上啊，把这个禅让书的诏书写了一遍，把天下就禅让给了啊这个刘裕了。至此呢，东晋王国，自从晋元帝建号江东，哎，到这个晋恭帝把这个国家这个所谓的禅让给了刘裕，共一百零三年。 各种史书啊，对当时东晋的工地啊，这个记载啊，啊都是这个有欣然而字。虽然说好多史书啊，对这可能的细节不一样，但对当时这个东晋工地司马德文让国啊，确实都写上他欣然让国。晋工帝司马德文，你想二十多年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跟着，等于是伺候他那傻哥哥晋安帝，眼看着东晋一个权臣干掉另一个权臣，啊，期间是离乱苦痛，惊惧寒悸。 他哥哥实际上这大傻子完全不知道，就是一个等于是行尸走肉，但他自己呢是饱尝，呃这这全部饱尝个遍，呃，各中辛酸他完全知道。你看，兄皇忽然暴死，他哥哥被人勒死了，他自己呢又被等于是被动的被推上帝座，想必呢也是天天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就就好像一个没有得到判决书的那种死囚一样，天天是愁坐宫中。 这个时候呢，他忽然见到了判决书了，也就是禅让的诏书了，知道这大戏即将谢幕，他不能不欣然。我估计当时晋恭帝内心深处可能还有一丝侥幸。你看，我这么欣然和甘心把国家让给这个宋王了，说不定这个刘裕会感到高兴，能让自己就跟先前退位的那个汉献帝一样，哎哎哎，能够安然的死在家里，哎、呃，能给老能够老死在家里。因为汉献帝。 被这个曹丕封为山阳公之后，还活了好多年。六月丁某日，刘裕呢在南郊登坛，就继皇帝位了。这个人呢，就是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开国皇帝宋武帝，改元永初。他下诏呢，还封那个晋恭帝为零陵王，然后把他迁到哪儿？迁到秣陵县那个地方，然后派严兵看守。晋恭帝呢，禅位之后，他也怕被人弄死。 就常常和他的皇后啊，呃，他的妻子这楚皇后啊，自己啊煮饭吃，就是这么的。虽然说好多人伺候他，他不敢吃。一年多以后呢，刘裕就派楚皇后的兄弟携毒酒啊去弑杀这个晋公帝。这个楚旦之和楚叔度，这是两兄弟，都是楚皇后的兄弟，等于去呃，等于是毒他们的这姐夫。 这两个人呢，先把姐姐叫出来。哎，就说拉了家常，时间好长时间没看您了，我们跟您聊聊。引开楚皇后之后呢，三个兵士就跳墙啊，入到室内，把这个毒酒就交给这晋恭帝了。晋恭帝这个人呢，一直信仰佛教啊，这个时候也明白怎么回事就说了：根据佛教教义呢，自杀的人不能转世投胎再为人身啊，请你们帮忙把我弄死，我是不能自杀的。 已经退位的皇帝这么说，哎，也挺干脆，也不犹豫。进前等于几个人，就用被子把这个晋恭帝司马德文是活活闷死了。司马德文晋恭帝死的时候多大？三十六岁。他在位才半年。你看，篡了人的国家而杀前朝帝王，就从刘裕这儿开了一个坏头。一报还一报，日后南朝末帝，就是南朝最后一个皇帝，就包括他老刘家的最后那个皇帝。 基本上都是非正常死亡啊，都被新朝这个皇皇帝啊,啊，派人把整族全部都诛除。你说把人弄死就弄死了吧，刘裕呢还是不忘演戏，率、啊、领百官在朝堂举哀啊，就说这个工帝是病死了，然后给这个工帝大开追悼会。一般朝代灭亡啊，大多亡于这个暴帝淫君之手，唯独两晋实际上是亡于两个傻子之手。我们。 如果记得从前讲的晋惠帝和晋安帝，这两个人呢，都是行尸走肉一般。那当然了，嫡长子啊继承国统，这是封建礼法、啊，这是就是他的那种定律。但是呢，推两个傻子，呃、啊，这是坐上帝座呢，确实是拿天下当儿戏。我们想当初啊，当时这个西晋惠帝被立为天子的时候啊，你看当时这个晋武帝身边还有大臣卫官、何乔出面建劝。 等到晋安帝来继承这个地位的时候，众位大臣个个只知道保存自己的这个呃门第。你看当时王公虽然是个忠臣，但是他是皇帝的舅舅，他这个身份呢，使得他对于这个换掉这个傻外甥的这种提议啊，根本就没有任何异言。他就觉得他这个傻外甥就应该当皇帝。司马道子呢，虽然没有篡逆这种野心，哎，更是乐得有个傻侄子在那里尸位素餐。 他自己呢，可以这个肆无忌惮的去操纵朝权，亲舅舅、亲叔叔尚且如此，你讲这个傻皇帝的那些大臣们，又有谁肯对这个东晋于忠于勇呢？因此呢，于君在上，庸臣在下。桓玄之后有幸，这个东晋还能延前二十余年才亡。实际上，东晋呢也不算，就是他这个皇帝也不算特别倒霉。刘裕这个人呢，当了皇帝不到两年啊，就病死了。 十年了，六十岁。刘裕这个人虽然说是篡尽自立，但后世的使臣对他极少有那种哎特别不好的语言，都觉得他怎么篡啊，怎么坏、啊、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刘裕这个人是武功盖世，莫可比伦。你想这个人，韩人出身，东灭慕容超，西擒姚泓，当时比如说赫连勃勃，包括这个拓跋嗣。 一一个是这个大夏，一个是北魏，啊，一个是鲜卑，一个是匈奴，这么这个强盛的这样的两个人，哎，对刘裕都怀有惴惴之心。一听刘裕的威名啊，都在那儿觉得哎，这个人是个英雄。因此呢，这个大英雄刘裕、啊、确实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且中国南朝方面，啊，自从刘义开创的这个刘宋以来啊，南朝的宋齐梁陈，你看这个这个齐梁陈三朝。 实际上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对外没有尺寸国土的这种拓展，而且呢，这个国境呢日渐的削夺，越来越弱。永嘉已降，仅言中国生人之气者为刘氏耳，就是说西晋永嘉之乱之后，真正中国的这个汉族，哎，能这个能保持他那种勃勃的生气，保持那种勃勃的进取力，哎，唯独刘裕开创了一代风气。 刘裕这个人呢，当了皇帝之后啊，你甭看他把这个东晋的工地给弄死了，确实是那个做事事儿做的不对。但这个他当皇帝之后，他本性非常节俭，哎，特别这个呃，根本就没有什么大肆修宫殿啊，然后这个大肆侵吞这个这个这个别的高官啊，或者是人民的从这个人民当中削夺什么财产，这都没有。称帝之后呢？ 这老头子没事就喜欢穿着连齿的这种这个木屐、木履，在神虎门外呢散步。哎，这个就是他最乐的这个事情。你想，他一生中两次北伐的光辉胜利，等于是撑起了整个南朝时代的立国基础。那么汉民族文明在那个时代，最终没有被鲜卑啊、没有被匈奴啊这些异族君主啊所所所灭掉、所统治吧、所残灭吧。应该说，刘裕是立有大功奇勋。 刘裕本人呢出身寒门，所以说深知民间疾苦。他当时采取了许多行政措施，等于相对减轻了南朝人民这种负担，而且呢，对当时世家大族那种横暴侵占、啊、进行了严厉打击，极大抑制了豪强势力。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呢，日后鼎鼎大名的袁家之治，实际上、呃、他完全是依赖他爹刘裕的啊、呃，给他呃奠定那种基础。 另一方面呢，遥想前朝，曹魏啊、司马西晋，一直到东晋的桓玄啊，废、呃、安帝自立，他们对前朝帝王都没有加以屠害。汉献帝啊、曹魏末帝曹奂啊、西晋俘虏什么蜀汉的刘禅啊、吴国的孙皓这些人啊、呃，到了这个呃，就这个这个被俘虏之后啊，呃，都是在都城之内，好酒好肉，大宫殿里呃，住着，得享余年，还有好多人伺候。 但自从这个刘老头开始，就开始呢，屠杀屠害前朝的，就是禅让的这种这个皇帝，由此呢，南朝北朝相导此席，龙子凤孙们，最后只要是最后国家不保，肯定是整批几百几百的被人诛除，被人全部杀掉，婴儿不免。那么以刘裕他这种赫赫大功，德有天下呢，应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呢，就跟史书上那些文臣们所讲的，其为人神所愤怒者，就是什么呢？就是篡国之后弑杀前朝君主的这种行为，确实是太阴毒了。你看，晋恭帝欣然让出国家，刘裕呢依旧忍心把他给诛杀了。那么杀人者要想自己的后代子孙免于被杀的命运，那就太天真可笑了。所以在刘裕之后呢，一代又一代。 都是以上代君王的鲜血的鲜红色，呃，作为这个开国庆典的主色。估计每位开国皇帝在当时的这个欢庆声当中，以及臣民的这个欢呼声当中，肯定都不免存有那种黑色的意念。什么意念呢？你看，我家子孙何时何地会被何等的臣下何等人以何种手段来弄死呢？